今日头条年度偶像人物，百里挑一，层层闯关的演艺锤炼，打磨出 C 位出道、青春无敌的实力偶像。他在今日头条引来一亿的人气热度，飙升度超过3000%。他用舞台和作品证明实力，用行动去实现偶像的社会担当。新偶像，新影响，新力量。今日头条年度偶像人物，蔡徐坤。恭喜恭喜蔡徐坤，有请。恭喜蔡徐坤获得我是头条2018年度盛典年度偶像人物，有请坤坤。同时也有请大维兄为蔡徐坤授予荣誉。有请两位合影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伟，谢谢，请您台下落座。坤坤，请移步到话筒前。这个2018马上就要过去了啊，所有的年轻的朋友都对自己的每一年，其实2018年也发了一些自己写的歌，自己的一些原创的音乐作品嘛。就是有一个小的心愿，就是还没能跟他们有一个个人的巡演，这样个人的演唱会这样。对对对，希望2019年提上日程。特别好，那今天现场有非常多坤坤的粉丝在，对不对？马上新年要到了，想不想听坤坤给你们新年的祝福？希望我的爱坤们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，都白白瘦瘦的。对，太实惠了这句话，白白瘦瘦的，我们就爱听。谢谢谢谢坤坤，谢谢谢谢坤坤，谢谢谢谢。你看这个年轻人的祝福跟我们就不大一样了。那您一般送新年祝福会送什么呢？我们当然是希望新年快乐，白白胖胖嘛。然后年轻活得像个孩子一样。